是张简，具有历史文化的事物总是很吸引我。在传统艺术中常见的虎的图像，老虎是东方特有的动物。我喜欢创作老虎，因为跟猫有着相似的动作和神情。我曾经有一只虎斑猫，它总喜欢跟前跟后的与我到处探险，穿梭在花草丛林，有时傲娇，有时撒娇，带给我无限的灵感。只是蓝虎玩出 Fion 海棠们